感觉有趣味吧？趣味啊！阿公叫阿妈，楼顶叫楼卡，中秋节限定掷骰子博状元饼，台湾本岛只有旗津找得到。中秋博状元饼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叫对堂。你哪会手气较好？手气太好，六颗骰子刚好1到6，获得大饼一块。掷出来的骰越多，就能拿到越大块的状元饼。掷过六颗是有，十几年来的唯一一个妹妹，赶快进去里面搬了两盒的蛋黄酥，请她。那请大家拿去庙里面拜拜，比雷打到几率还小。从郑成功时期流传而来，外地将士没办法归乡，军营里的中秋小娱乐，游客大多没见过。拢干那村里俩，全省就是他们这家。他在哪生恩城市啦？他生在……哦，疫情三年休息了，今年是第16年，要让他去失传，因为博状元饼的话，就只有金门、哦厦门。就台湾本岛就只剩下我们旗津还有了。传统民俗不止在旗津，宜兰礁溪也有传承百年的荡秋千活动。我们现在的西藏区有我们的外籍人士威廉先生，卖力蹬往前踢，7米高的秋千架，参赛者踢响铃铛，次数越多的人得到冠军。中间的时候你要把力量推出去，往前推出去，所以你要站起来，所以是时间点要掌握好。台湾中秋节限定传统民俗小游戏，吸引国内外游客参加，在台湾过中秋留下有趣回忆。三立新闻胡诗音、吴慧珊，宜兰高雄报道。